格ですもん。这款游戏是任天堂 Wii 2010年所发表的《异度神剑》的续集《异度神剑2》。这是一个任天堂的 RPG 角色扮演的游戏，比较适合比较大的孩子玩。但在玩此类的游戏，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场景，它的场景能使人深入其境，脱离现实的生活的世界，启发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在每个游戏所展现的画面都能够做环视，也随着游戏的导引的符号能做不同的一些动作。どれどれ。这款游戏是叙述着人类生活在一个云海之上，土地是由巨神兽所幻化而成的，所谓的巨神兽，看对面的那个鲸，它也是一种巨神兽，但巨神兽的大小各有异，有的甚至是一个整个国土的大小。这就是巨神兽。这款游戏可以传送到之前有到过的地方，遗忘之地。みんな出かけるも。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地标的图示，它就能被传送到那里。牵绊对话，牵绊对话可以使克雷斯与所有的组员及神剑们做对话。この場所。ここからレックスとの冒険が始まったんですよね。そっか、レックスたちはこっちに着いたんだね。じっちゃんが力を振り絞ってくれたおかげだね。おかげでこんなに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しもうたかな。あんまり大きいと一緒に旅ができないだろうから、ちょうど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。じゃが大きければどこへでもお前さんたち、世界中は無理だとしてもアルストのほとんどの場所へ行けるわい。すごいもん。ちなみにここからバリティアまでならどれくらいの？今の時期じゃと10日ぐらいか。嘘。ニアは老骨に鞭打って休まずに移動しろというのかの？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さ、一般的な船だったら3、4日。すまんの、年寄りじゃからの。というよりももう気にしても仕方がないですもん。そりゃそうじゃ、今はこのちっちゃい姿じゃからな。これはこれで可愛らしくていいと思います。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ると嬉しいの。じいさんが照れるなよ。のう、レックスはどっちの姿が良かったんじゃ？小さいじっちゃんがいいな。ん？今の姿。背中にじっちゃんがいるのは新鮮だよ。すぐ後ろから頼りになる声が聞こえてくるからね。それに大きな姿だと
一緒に町の中は歩けないしさ。そうかそうか。青龍さん嬉しそうですね。実を言うとレックスのヘルメットの中は窮屈でな。それに跳ねたり転んだり吹き飛んだり、なかなか居心地が悪いんじゃが、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ると初めて小さくなる。悪かったね。俺も慣れないことばかりだからな。いいんじゃいいんじゃ、これからはもっともっと助言してやるぞ。さらに頼りになるじっちゃんになってやるわい。でもさ、小言を聞く頻度が増えたのは。私も白子の小言が常に耳元で聞こ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いい。何やっと！所以呢，这款游戏哦，就像看一个大片一样。玩这个游戏，大家要有个概念，就是把它当作看一场很长的一段电影，不能就是忘了自己的生活所要做的事情，而把时间整个都投入在这个游戏当中，要分配好自己的时间，就把这个游戏当作连续剧来去做观看即可。这款游戏呢，你遇到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这个篇章，有不同的结果。好，现在我们传送到脱离镇，先传送到阿凡利提亚商会。来看这边的世界的画面。所谓的世界呢，就是由巨神兽，较大只的，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巨神兽，它所组成的一个陆地。这个巨神兽呢，上面居住了地球上不同的族群。我们来带大家来看这个游戏的整个画面。这是阿凡利提亚商会。这个每个剑主后面都会跟着神剑，他已经把神剑拟人化了。这个神剑呢，是怎么样得到的呢？他必须要透过神剑管理，有些地方是问号是没有被开启的，你游戏还没有到达那个进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神剑管理。就是由神剑同调这个步骤，好来产生神剑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要选择同调的角色，普通核心水晶有12颗，就是等于可以创造12个神剑。我们可以替这个水晶来增加一个慈悲的增幅器，要多少呢？好，来设2好了。这个核心水晶进行同调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先选否，那也可以回来再
增加。这个组这个建筑叫做尼亚，因为它最主要是针对治疗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慈悲的增幅器给它增加为3。好，我们按4之后呢，核心水晶跟它这个建筑来做个同调，就会伸出拟人化的神剑出现。这个齁，每个神剑的属性不同，它地水火风。它属性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请多指教。好，这里可以看到神剑它的武器，它惯用的招式的选项啊配置，所以尼亚就多了一把神剑。那你可以让神剑来做个配置，比方说这个空格来增加尼亚的神剑。ご期待に添えるよう。好。再回到有角色来神剑的管理，因为这个游戏需要比较好的理解力哦。一般较小的小孩子是不太会玩这一款游戏，因为很不容易上手，光是文字的部分必须要懂得很多中文字。好，现在增加它的一些辅助水晶，让它可以佩戴。这样它的那个整个就会做升级。好，这个阿凡利提亚商会呢，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商店 RPG 游戏角色扮演，它是有剧情的。我说这个交易所，你可以到交易所将你打捞出来的物品来做个买卖，换成金币，看来是数量不足。现在船上到古拉，刚才去过的没有去过的哪里？右半边。好，我们到托里格镇的拱门这里好了，我们来做这个战斗的演示。一息つこうか。じゃあ、お目当ての場所へ行きますか。这是一个大草原。大草原呢，充满着不同的神兽。每个神兽它的等级哦，可以由上方快速来看出等级的高低。来做个战斗演示的锁定。那对，こんなやつ、夕飯後でも楽勝だもん。
对你的摇杆要多做一些小手术的操作，才能增加不同的技能做施展。ヘビーブレイク、はっはっはっ、転べも急いで拾いましょう。上がってきた、いいね、心強いね。パワーバイク、みんな気合入ってね。ジュロング完了、ほーん、なんか本当だ、いけー、くずろ、ドリル、キーブレイク、はっ、くるくる、はっ、いいね、はっ、当你在跟一个对手对战的时候，如果说旁边有同伴的话，他们会加入战局。这个游戏还可以分白天跟夜晚。但你可以调整这个白天夜晚的这个时间。好，我们来看各个场地。哦，远望之丘去。到着。じゃ。お目当ての場所へ行きますか。好，我们有杰康的左边的减号可以跳过时间，你可以调整时间设定为白天。好，刚刚初起的太阳。它就到白天了，我们透过白天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整个云海，这个世界是被云海所包围住的世界。那这片土地是所谓的巨神兽所建构出来的。这款游戏呢，不太适合太小的孩子在玩。那玩这款游戏的大人呢，跟大朋友，也要注意掌握一下你玩游戏的时间。因为这款游戏，就把它当作是开一场这个。长一段的电影比较好，才不会让自己的这个正事哈耽误到。来看一下，よっと，每个场景，よっと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有这个一群严谨的那个工程师及动画师所制作的，所以每个画面的安排及细节，都要想得很周到。不理他的话，我们就不用跟他对战。我现在将这个画面来让大家来到这个虚拟的世界中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草花は心を癒してくれますね。每次
做挖掘的动作就能得到你的宝物。这边一个符号，看到这个符号就是可以攀爬。宝箱，好，它会指引你怎么样操作打开的。指令。いただき。一旦技能未达到他的要求时，是没办法开启这个宝箱。好，古墓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た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好，我们到别的场景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到。た。阿凡利提亚商会，啊，这是之前到过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带大家来到这个飞行甲板。飞行甲板，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下方处是为码头，这就是巨神兽。巨神兽也可以是一个战舰，像是一个热气球，上不去了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就往下跳。其实这个云海是可以游泳的，在云海可以游动，还有下雨。右上方的这个显示为时间跟天气，啊，即白天或夜晚，每个符号代表着不同的功能，这是打捞点，来做一次打捞，上去要找到这个楼梯，雷克斯他本身他。故事的开始，他是一个打捞员。打捞员呢，必须要打捞工作，必须要对应的这个道具，叫普通器皿。腕が鳴るね。使用。就照着。行ってきます。指示来做一个触发。いまいちだったかも。打捞出一些道具或是金币，很有可能是打捞出相手になってやる怪兽。やっ！心強いね。ご主人、一日お疲れですね。最善を尽くすことからじゃ、レックス。
黙って見てなって。いい感じだ。ああ、俺も同じ気持ち。因为随着玩家的等级哦变高之后呢，就是比较低等级的这个怪兽呢，就很快就被打倒了。刚刚有符号是显示，这是辅助核心水晶的这个研发商。每个都有每个不同的结果。透过这个辅助核心啊，制作出让神剑所使用的技能。昆虫猎人，神剑哦，叫出来！刚才制作的辅助核心就在这里，让它做个装备。到朽木之岛去。一息つこうか。じゃあ、お目当ての場所へ行きますか。何が出るかな。对手的等级都很高。那每个地方所产出的道具也不同，游泳，现在眼前所看到的那个巨神兽战舰是非常大只的。所以玩这游戏啊，可能一天一夜都玩不完。与其
许说哈、哦，他是在玩游戏哈、哦，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这个连续的这个连续剧比较恰当。どれどれ？俺の出番。草花は心を癒してくれますね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其实玩游戏呢，よっと他要培养这个主角的经验值，随着经验值哦提升哦，他所遇到的这个对手呢，相对哈、哦、也是比较高阶的。这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哦，蛮相近的。どれどれ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。草花は心を癒してくれますね。的这个在学校所学习的或遇到的人事物，就相对的让自己的经验值提升。有些敌手他会自动。心強いね。ロマリア。や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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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红圈柱，红圈柱就是这只老鹰我所锁定的锁定红圈。每场对战结束呢，也会将自己的血补满。何が出るかなと。好，我们回到古拉的城镇，来去做休息。みんな出かけるもん。ワクワクですもん。よっと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古拉的旅馆。好好休息，320级禁闭。他升级的角色目前没有一个可以被升级的。结束升级。如果要玩 RPG 的游戏的玩家哈，这个还蛮值得。ゆっくり休めたよ。这个去购买这款游戏，这款游戏的画面，无论是画面，哦，及整个细节哦，都能够啊，存音祭品，让玩家哈，さあ、お宝探しの時間だ。细细的品味。よっだ行ってきます。刚刚出现的黄光就是我们看到的鸟是有同步到，相对来讲所获得的打捞的东西有相对的比较好。你有相手になってやる。
上がってきた。心強いね。せませんストロング。もう俺の相手は花です。いや、アーツフェイスト花バリア。花、ありがとうだもん。いただき。お宝回収。